才者，得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同的一个过程，而育人是本，人无德不立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，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。才者，得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原点。北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周记：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是意，才华是道德的辅助，而道德是才华的统领。强调要做到德才兼备，同时以德为先。